湖中天沉浸式艺术展在京举办，李亚鹏携女儿李嫣一同看展。参观过程中，李亚鹏贴心为女儿拍照、讲解、购买周边商品，满满的体现了父爱，大展爸爸力。女儿则在一旁仔仔细细听爸爸讲解着，这父女关系真是满满的爱呀。网友热评道，真的是好暖的呀，这样的场面真的是棒，李亚鹏真的非常 man 啊，是一个好父亲，爸爸力 max， 李嫣真的越来越漂亮了，气质真的很赞啊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